接在一个那么欢乐跟那么你知道就是精彩的表演之后，我就是非常紧张，因为等一下我们第一首歌就是要先让大家安静心一下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一 part 就是有一种比较诗歌系列，一些比较灵魂，一些比较福音的东西这样子，所以可能先让大家时空转移一下，我们来到教会，野花教会，欢迎大家，圣诞快乐，我们是佳琪，我们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OK，你先。我叫佳琪，然后我是金峰乡的，对，大家好。嗯，有掌声。我是志远，然后我是秀林乡的。大家好，秀林乡。那你是谁？哦，他是董东，然后他是卑南乡的。卑南乡，我刚刚不是说，我比他小。然后，我们这个团体就叫做佳琪志远加东东，是一个非常容易记的名字，所以打，打嗝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他是应该是说要唱歌，不要再讲话了。那我们就唱歌好了。第一首歌是那个《哈利路亚》。You don't really care for me.
词有点。对，结束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旅程，是吗？然后